就比如说这个是他自己家住的一个房子，然后这个是平常出来放风出来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我们要去看一下这是什么声音。就完全不能想到，这是瑞士的一个德语区的一个小小的社区，小山上面。对啊，这个艺术感太强了，而且自成一派，有没有？受到了冲击，我感觉。这些人每一个表情都各异，然后圆圆的脸盘有一点像佛教的弥勒佛的那个形象啊，大耳垂。然后这个人尤其是像中国人，有没有？每一个人有的开心，有的人惊恐。还有有人诧异，太搞笑了。看着不像真的耶，但是是涂的石头的颜色。所以我感觉他是自己创造了一个就是梦里面的世界那种感觉，神话故事。啊，这个是一个人骑在怪兽身上，回头看这个建筑好漂亮呀。哇，细节爆炸，有没有看那个塔是一排是手托着那个尖顶，然后人还挺多的，这有个好萌的小妹妹，走。对啊，哇，这个真的景色太棒了。你说这是不是他们，是不是这个艺术家自己买了块地，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个庄园？那政府不管了。就比如说这个是他自己家住的一个房子，然后这个是平常出来放风出来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我们要去看一下这是什么声音。卫生起见哈，怎么不吹了？哎呀，这个好萌，这个超萌，这好可怜啊！你看，哎，等一下啊，这有点像印度那个饮食，就是吹叫什么养蛇人的感觉。你看，他在吹，然后这有一个小萌萌的蛇就跑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在吹，他在对不对？嗯，阿尔卑斯长号。对，它这里面其实就是阿尔卑斯长号，只不过它把外面搞成了一个雕塑，搞了一个新雕塑。这个阿尔卑斯长号雕塑在瑞士馆的楼梯上，好萌。这一堆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
术一样。这是 finger， 这是 finger， 指甲盖有没有？这是个指甲盖啊，你看啊，这是指甲盖啊。但是指甲盖是就是一个指头，是活的。哇，所以这个感觉是后花园，就是让小孩别来呀、啊，然后做噩梦，对不对？这个哦，这个怎么？你看，特别的。哎，这还有一个介绍。哦，不过这个是介绍这个龙的。正好不知道这个龙啥。对 ，finger 龙，指头龙。手指狮子啊。哦，狮子对 ，Leven。这个狮子在那个苏黎世的 Utley Bag 上面也有，就我之前见到过，因为这个艺术风格太独树一帜了。哇，这个也有点吓人哈，这个感觉就是噩梦里出现的情况。这就是形象。树变成了一个树精，树精。走，这还有一个 finger， 这还有一个 finger。哇，真的有点吓人。哎，这有个头像。哦，哇，这个毛毛虫是个人脸。我的天哪，是个人脸，毛毛虫。侧面看。所以它是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吗？就是。这个太奇葩了，这个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哪一天做噩梦，所以，哎，这是手撑起来的一个棚子，然后可以坐在这里，就是享受一下夏天的阳光。哇，你看，院子里长出来一只手，所以他一定对手这个意象有特别的情结。我这是坐了一排在开会的森林的小精灵吗？看一下每一个他的表情都不一样，感觉是有情感的一群小凳子小人。这有一点像中国那个神话里那个阎罗小鬼那个形象，对不对？中国人有代表太阳，有代表月亮和狮子，其中有一个代表是中国人的。来来来，大家找一下哪一个代表中国人的。我们猜一下。看不出来啊，没有一个像你啊。嗯，你如果要我猜的话哈，我猜是这个。他这个眼睛最窄了，你跟我的给判断一句是一样的，就看眼睛。但是这个鼻子有点高呀，哦，这个鼻子也不高，哎，这个也有可能，这个感觉往下的那个眼睛会更像一点，因为这个耷拉着，嗯。他对亚洲文化、中国文化还挺有些的研究。所以这些是椅子是吧？对，面孔椅子。你敢坐吗 ？No， 不敢坐。毛马像吗？是不是？应该是借鉴的那个形制。哇、哦，好帅！那、这个是什么？这像那个王座、宝座。这个不是石头的吧？这个是，就是龙门，就各种龙门造型。这个不是石头的，这个是有狮身人面像。哦，这个是双向鼻虫。嗯，看懂了吗？这个是狮身人面像啊。这个有点那个泰国骑大象的那种感觉。艺术家是1931年至2011年。哇，好帅啊，而且我感觉是一男一女吧。
应该是献给这个艺术家的吧。他这个是不是墓碑啊？不是吧，因为他这写了他的生辰日期啊。真的是的。然后还有人献花，我觉得这个写了个陵墓陵。哦，猫色，哦，真哇，哇，同志们，我可觉得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陵墓了，这我没有见过这么屌爆的陵墓，太厉害了。所以他的陵墓在里面吗？不知道呀、啊，他是安葬于上面吗？应该是我安葬于上面，不然。哇，太帅了。哇，好帅啊！我是说呢，那儿写了他的那个生死，对。对，有三个。哇，好帅！帅。然后其实他这个意思是，那他刚刚我们知道他是有老婆的嘛？对，有妻子。他不应该合葬吗？是不是还没去世呢？不知道。有可能他2011年才去世的嘛，他妻子有可能还在，但是这个陵墓看上去就像是一对哈、啊，他正对着一棵古树，这两边有小精灵，好帅，这个感觉像滑梯，那个可以上去的，咱们要不要上去？哪里能上？就那有人上去。这是个猫，来，我上去一下，看呀，这个好窄呀！哎呀，好窄呀，好窄呀！天哪，不好上，就是你稍微再肥一点就不行。哇，哎，你上来看一下，这里有巴塞罗那那感觉。是不是很有巴塞罗那的？巴塞罗那那个什么公园来着？在郊区，高迪的那个公园。我去过，我觉得这里比那里还有感觉。上面说的冰箱在这个脑袋里。冰箱？这是冰箱，就是放开胃酒的冰箱。所以他们是坐在这里喝酒的意思吗？然后在那里面取酒。至少从下面的简介看是这个意思。哇，好会享受啊！哎，走。他估计就是要这个对，要这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那种曲径通幽的，有点那种 secrets 的那种感觉。刚刚从这个猫下来，旁边有一个小树林里有一个烧烤的地方，好厉害。在这个鸟的肚子里烧烤，然后在这个鸟身上面吃，哇，这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呢？有活力呢，有创意呢？对呀、啊，你看，凳子全部都是鸟的脚，虽然挺残忍的，呵呵，但是很帅啊！哦。哇，真的是，这个人是真的追求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哈。这是个那个花后花园的进门，就是大门。好扎呀，我感觉这有点那个飞天的那个感觉。对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好帅！这些应该是储水缸吧，就是它能积点雨水。中国是要狮子，然后这是两只可爱的哈巴狗，超可爱哦。所以这个是女的，那个是男的，所以它都是一对一对的，对称的，
刚刚是从那儿进来的啊。我们走，现在准备到室内去。所以这种建筑是女的吧，性别女，因为全部都是美丽的女生。有啥冷的设计？真的好漂亮呀！